美軍一架軍機離開阿富汗之後，機身發現人體殘肢，軍方話會調查。大批民眾禮拜一在喀布爾機場追趕一架美軍的運輸機，多人企圖爬上機身希望離開，部分人在混亂中死亡。美軍說一架 C-17 運輸機因為在喀布爾機場內被數以百計民眾包圍，情況不安全，決定起飛離開。到達多哈的美軍基地之後，在輪胎位置發現人體殘肢，運輸機暫時停飛直至調查完成。